产后母狗多久能洗澡？母犬最好在产后的35天再洗澡，因为母犬分娩后的一个月内抵抗力都比较弱，洗澡容易导致着凉，从而增加患其他疾病的风险。另外，幼犬是依靠母犬的气味来辨别身份的，因此母犬洗澡会导致幼犬无法顺利喝到奶，要等一个月后幼犬断奶，母犬才能洗澡。母犬产后会排恶漏，因此主人最好每天利用温热毛巾给它擦身，尤其要注重阴部、乳房和尾巴等部位。